怎么不接电话啊？顾南舟，顾南舟。喂，小张哥，顾总呢？怎么没接电话？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呢，他应该在家呀。你去看看他床头蓝色的药盒，里面的药还有多少？好，里面没药了，是空的。他该不会把药全吃了吧？糟了，这药怎么了？他吃错了吗？他上次吃药吃多了，差点出了事儿，还是我半夜送他去医院给他洗胃才好呢。现在你无论如何先把他找到。他不会晕倒在浴室里了吧？顾南舟，怎么进来的？我刚刚在外面喊你半天，你怎么不回答？我刚刚在憋气，怎么听得见？你泡澡就泡澡嘛，憋什么气？你以为你自己是海豚啊？你能不能有点性别意识？怎么能这样闯进来呢？我看你药盒里的药都吃完了，我怕你出事了。出事也不要你操心，赶紧出去，别转头。喂，小川哥，找到了。他刚刚在里面洗澡，没听见。那他精神状态稳定吗？好像不太稳定。小川哥，他到底怎么了？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。最近啊，我还真挺担心他的。要不然你再想想办法，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。我劝了他好几回了，他总是不愿意。他那些心理问题都是他哥哥去世以后才有的吗？这事儿啊，没人说得清楚。但是我是真没法子带他再去看心理医生了，只能指望你了。